赵薇年轻时候是娱乐圈大美女，一双含情脉脉大眼睛，任何人看着都心动不已。年纪轻轻，演艺事业有成，22岁了，靠着小燕子角色红遍两岸。之后，赵薇出演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《画皮》等，有着出色表现，演技颜值在线。赵薇获奖满贯，赵薇的《中三第二》快要播出了，她的忠实粉丝在网上发布了偶像罕见旧照。那时候的薇姐清纯可人，还跟黄晓明的太太 Angelababy 撞脸，长头发加大眼睛，当年的赵薇可以称得上是绝色了。这是学生时期的她，校园女神，只有10多岁。这一张可能有人见过，也就是这张照片，大家开始觉得 Baby 像赵薇年轻的时候。大眼睛的美女哭起来都是小仙女，之前 Baby 也曾因为哭得美而上了热搜，他们两个是真的像。粉丝还找到了赵薇与父亲的合照，原来薇姐是像爸爸呀。赵薇从小美到大，而且美而不自知，从来不将自己的美貌放在眼中，这样她才是真女神。赵薇是典型的大眼睛美女，刚出道时靠着一双大眼睛获得小燕子一角。据说本来小燕子一角原定是范冰冰，当年赵薇少女的娇俏稚嫩，满满的胶原蛋白获得大家喜欢女性，一路美到大，赵薇是十足天然大美女。